好，欢迎回来，大家收看 NCT 2019春季赛 C 组的一场比赛，蓝色方的 MNSL，哎，这个名字读起来有点拗口。然后红色方这边是 Boys Next Door，我是你们的解说 Lily。我是乐纯，我是真真。好，麻烦你了。口播麻烦你了，现在就要播。也待会吧，我先放个东西，等一下我卡住了，等等。嗨，我的名字叫八吉。小吉，我的职业是一个银行劫匪，我每天的日常就是炸金库、飙摩托。飙汽车，以及飙飞机。呵呵。其实我曾经也是个热爱学习的好孩子，我会变成这样，都是因为当初我爹为了将我培养成家族继承人，秘密安排手下送我出国留学。然而这对可爱的我来说，实在是太突然了。懵逼的我，不仅学习跟不上，甚至连个女朋友都找不到。毫无意外的，我被学校开除了。爸爸对我很失望，放弃了培养我的计划。我也开始自暴自弃，从此成为了一个恶人。然而这一次，我被抓住了。呆，你这个臭小子为什么抢银行？因为 我学习跟不上，作业不会做。不懂，不懂就是经验，听不懂啊，笨笨。对哦。吸引力学院。留学生专业辅导平台，为你的 GPA 保驾护航。JNC 国际暑期学校是中国首家带你学习带你玩的暑期项目，回国过暑假也能拿到每门最多4个学分的美国大学成绩单，33天完成3门12个学分，完全诠释了什么叫做一寸光阴一寸金。以参加3次暑校计算，按每年休息3门课程，3年就可以毕业了。先达成节省留学费15万的小目标。 JNC 专业权威高效，却并不是书呆子夏令营。秉承着 work hard and play hard 的办学理念， JNC 为留学生们提供了最酷的社交平台和最嗨的假期活动，篮球赛、油画课、电音趴一应俱全。谈恋爱不如蹦迪，蹦迪不如来 JNC 边学边玩。我们在最棒的夏天等你到来。好，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场比赛的 BP 画面，蓝色方的 NMSL。好的，我们现在来看这一场 ban pick。蓝方首先搬掉了一个瑞兹啊，有可能，因为这两个战队之前是进行过训练赛的，所以应该是针对对方的一个英雄池来进行的一个 ban pick。那我们可以看到两边一般的这两个英雄，
也都是非常现在热门的上单中单都可以玩的英雄啊，瑞兹和吸血鬼，一个是打团非常强，一个是带线打团都非常强的英雄。那如果两队都打过训练赛的话，可能都对彼此有一个了解了，除非他们在训练赛里面根本就是在玩蛇。我们看到这边一楼就说了奥巴马。NMSL 这边战队啊、有一个中单非常有意思啊，他们似乎跟这个红色方的中单有一点平时私下有一点小小的渊源啊，他们好像嗯、红色方这边在之前赛前采访的时候有托我说过一句话，说蓝色方这边的中单是一个灵魂拷问手，因为每次红色方中单要选英雄的时候，蓝色方都会模仿他进行一个英雄选择。哎呦，这边蓝色方直接锁下了奥巴马加布隆，这个下路组合非常强势啊，这双被动打上去感觉牛头也扛不住，不知道他会拿哪个 ADC 来做抗的，但是他们第三手没有选择拿 AD， 拿了一个卡萨丁，打野是拿了瞎子。不过现在这边 NSL 在前三手搬已经搬掉了两个 AD 了，如果他们前三手不拿 AD 的话，红色方可能会在后面拿不到好的 ADC 能用，现在他们估计也会在同一个位置上做 BP。 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现在红色方应该是针对着蓝色方的一个中单位置进行的一个 BP， 那应该要搬花吧，因为毕竟 ADC 选出来。哦，这边是搬了武器，那这边可能上单打了一个药丸的英雄，有点怕武器，所以先把武器给搬了，因为双方这边的上单都没有亮出来的。然后Boy Next Door 这边是把两个卡萨丁都比较怕的一个中单英雄，一个勒芙兰，一个再加上冰女，都两个都搬掉了。蓝色这把蓝色的位置具体的针对的我看像是某位选手的英雄啊，所以说应该也是之前打训练赛的结果。嗯，这边卡莎吗？但卡莎打布隆加奥巴马好像很难打呀，要不选，其实选滑板鞋还不错，利斯塔组合在下路，选了一个比较稳的希维尔。希维尔跟牛头这边可能是下路，打是肯定打不过对面的，但是能苟得住，但是如果要跟对面拼起来的话，可能利斯塔组合会好一些，但这边上中直接选下了杰斯跟凯南，两个对线压制力都特别强的一个英雄，那这个杰斯可能是要打中来压制卡萨丁啊，就看红色方这边最后一手 counter 位选的是什么。哇，我感觉这卡萨丁选的有点早，其实这么早亮出来直接太多能英雄能 counter 到他了，对，搬不完了，可能他们就想，可能就想是走一个发育路线，然后到最后团了。这边拿诺手，但是打团的话，蓝色方更有优势一点。毕竟皇子配布隆，然后加上一个凯南的大招伤害，在打团的时候如果能打出来，这边也是扛不住的。洛比很有看点，是这边上单选手一个比较经常玩的英雄。但是如果单看英雄的话，哇，我感觉这边 Boys Next Door 这边的阵容是三线都感觉是英雄被克制住啊，完全没有办法跟对面对线的一个状况，我感觉上路上路还好能和平发育，哇，你要跟前期应该也不会被看，对，可能那波比只要不对凯南有想法的话肯定不会死，因为凯南也很难对波比造成击杀，但是压刀是肯定的，因为一个远程一个近战毕竟有差别，而且这边瞎子也在团后期的团战中其实很难做得了事情，因为他如果进场想要回旋踢一个人回来，那肯定会被布隆留在里面，那他就出不来了，这边是他没有莫甘娜的灰盾也出不来。这边卡萨丁也是选择带了一个 TP， 就感觉是想去游走找一些节奏出来，因为毕竟阵容感觉是被有一点 counter 到了。嗯，像卡萨丁后来很不舒服，因为他的被动对杰斯而言就是完完全全就会被 counter， 然后
这边，但是他发挥起来伤害还是很高的，看这位选手的个人能力。他发要对他对线杰斯能发育得了，这真的超神了。这样这个那这个玩家就因为。我感觉他的那个魔法阵也只能挡得了杰斯的一个锤心态 W 的那个一个小技能的伤害，但是有没有什么用？他有位移了之后，看，主要是 AD 英雄在对阵 AP 特别像这样手短的，英雄前期其实是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耗血技能的一个优势吧，就看这个中单的。自己的一个掌控力加上盲僧他自己的一个打野路线是不是要往中路抓还是从上下路找节奏，他要抓杰斯不太可能，但是他要抓凯南的话会有机会，配合博比有控制的话，因为卡萨丁前期配合打野的能力实在太弱了。 NX 但是变局之后可以，他们的套路就是四保一中单嘛，他们中单是他们的那个核心选手，所以这把也很期待他这个卡萨丁对线一个不好打的英雄杰斯的表现。只能前期抗压了。要接 NACG 北美电竞联赛由北美学生网主办 GNC 国际暑期学校平台冠名赞助， NACG 致力于举办海内外留学生高校电竞联赛，是全北美最早举办也是规模最大的电竞联赛赛事组织，同时感谢 Gravity 引力、月河旅游、 DuApe曼腾教育还有 CAC Auto Group 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谢谢。然后这边再来看一下两边的打团而言，如果是也是蓝色的优势一些，我认为因为就是靠牛头和盲僧。蓝色方这边的抓机会能力好一些，但是如果五一五正面打团打起来的话，这边 Bonexor 这边有很硬的一个前排，波比加上牛头可以为希维尔创造很多输出空间，但是这边希维尔因为由于对面有皇子存在，希维尔如果没有闪现的话，在打团被皇子框住，然后加上凯南进场的话，也很难做，就自己能找到合适的一个输出的位置。但是同时，红色方这边他选了一手瞎子，其实也是小小的保了一手这个 ADC 吧，就可以在凯南或者是皇子进场的时候，可以把他踢走，保一手，希维尔的一个输出位置。这个前期的话，我感觉瞎子的。打野速度还是要比皇子要更快一点，有可能他们是想在打野的这个路线上找一点节奏或者是找一点优势，毕竟如果前期瞎子压制住这个皇子的话，蓝色方这边也是不太好在线上去进行一个压制的，毕竟怕一个盲僧的gank。但是瞎子应该也不敢去找皇子的麻烦，毕竟上中两条线一直都会被压线，蓝色这边蓝色方的凯南还有杰斯没有理由不压波比的和卡萨丁这两个英雄的线了，那这边瞎子也只能自闭的在野区刷野，然后在下路找一下机会了。这边游戏进来，看看要不要打一级团。红色方这边是看样子是想要从这个野区河道入侵一下，这波躲在草里面看看有没有发现，但只有布隆一个人在这里啊。蓝色方可能是想去反红色方的 buff 啊，想反这个红吗？大家都一起蹲在这里。但是这边蓝色方已经跑到了这边红 buff 了，这边了，今天五个人已经集齐了。这边波比如果要从这边过去的话，可能会非常危险，因为有布隆的存在，很容易能打出一个眩晕。这边应该是察觉到了。他们可能想偷红的这个意图，比过来看一眼啊，看到了。凯南这个位置被发现了。Q 一下，这波应该是打不起来了。这样的话，波比可能就算不被杀，也要绕一大圈才能回到他的上路，而且他也被打掉了三分之一的血，上单可能会稍微小亏一些。是的，这波还是决定回来帮自己的打野打红。啊，牛头看到了。那这个打野路线两边都已经很清晰了，这是正常的分开。有红色方在上半野去河道那边，其他
现在之前出兵之前唯一干的这个视野上的动作。看一下双方的技术符文，然后双方打野都带了雷霆也没有问题，杰斯带了艾黎打线上的消耗，再加上希维尔还有卡萨丁带了迅捷步伐，可以在线上做恢复。然后你卢锡安这边强攻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看到有意思的是凯南是带了个偷钱啊，他已经偷到，他打波比吗？已经偷到一个钱袋了呀。他打波比线上是完全没有压力的，因为首先波比是不可能杀他，然后他一直可以压线，然后是消耗，然后这个偷钱的天赋也对，然后看这边果然已经开始了这个 AD 英雄对于 AP 前期这种手段真的就压制三线，三线已经开始压制了，从一级开始这阵容选出来，我感觉这一把比上一把的一面更加的清晰，我觉得这一把七三开单看阵容的话，那红色方前期能不能稳住？这边二连想打，但是这边守护者触发布隆举盾扛了很多伤害。哇，这波要是金卡的话，还在不停的压这个波比。这瞎子这边已经过来了，被眼看见了。那上路河蟹可能会被瞎子拿掉，但是皇子这边是反掉了瞎子的三狼。那这边蓝 buff 会不会被瞎子反掉呢？这边感觉两边的打野就像互换了自己家的野，但是瞎子好像没有这个意思，想要去再抓一波凯南。他要去抓人啊！对，他要抓这个偷钱的凯南。要去抓凯南，没抓到。会不会闪现 E？ 没有撞一手，好像出了个闪现，还是得打出一个闪现。这波不闪的话，可能要被云墙上带走了。但这波很细节啊，不是直接摸眼接 Q， 是等了一手，然后。对他肯定要等波比晕被撞墙上了才接 Q， 这样子的击杀率会高一些。嗯，也逼出一个闪现，算做了些事情。木龙这边也是一直在前面啊、顶着兵线扛这个希维尔。那皇子不想让他上来补兵啊。皇子这把也很舒服，一直刷，把下路野区都刷完了。这边已经开始在做中路的反蹲。嗯，瞎子这边刚刚其实如果去反一个蓝 buff。但瞎子也更好，但瞎子的状态不太好啊，半血。嗯，他还想去抓一波上。一出一个是凯南的闪现，就看他下出闪现怎么说了。下波还是要来，这个他选择再来一波吗？但瞎子的血量太残了，如果这波要二打二反蹲起来，这个草里面是没有眼的呀，还是准备上？这个凯南应该是知道瞎子来。线过去了，其实没有那么好抓，要是越塔的话可能会出事。这边看到了，给他打信号。凯南也是知道，就假装我不知道，演一下塔下。那皇子这边会不会自己去拿一条小龙呢？五分钟，这边二连又举盾，哎，没有意义啊！你看牛头只要一二连卢锡安布隆，只要在卢锡安旁边举盾，希维尔根本就没有机会出去，没有办法。没有蓝了呀，就这个牛头可能也是想趁他没蓝开卡，结果没想到还是有一个 E 技能啊。那我其实是到现在为止算是打了一个五五开吧，但是所以也还好。卢锡安出门装没有选择多兰戒，如果他选择多兰戒出门的话，可能回蓝会多一些。这边很多玩家都起布隆上点燃举盾，希维尔还是在刷，能不能勾到？哇，杀布隆，闪现一下带走。你说啊，盲僧也来了，这个布隆走是肯定走不掉的。这波帮忙 ADC 推线进去，这希维尔拿到一个一血的人头，其实是，线上对布隆和奥巴马这种阵容的一个 counter 吧，就感觉优势渐渐的扳平了。我感觉还是打不过啊，就算有一个人头，还是得被压着打。但不至于像刚刚那么难受。这边五级打四级，瞎子摸眼跑。那皇子这边会不会再接着入侵这边野区？好像也知道对面下路双人只要回来了，所以就撤退了。刷这个大鸟的时候，应该会被红色方的视野看见。可以看见，红色方这边的下路河道是完全没有眼，全是蓝色方的一个眼位的一个布置。所以黄色方因为三线被压很不好，在河道做事也很容易暴毙。
看到对线接近六分钟，快到六级的一个时间的话，上路这压了18左右的刀，然后中单也压了15刀左右了。嗯，准备想打架，波比开着盾上来，但是好像打不过，交了个十，应该是一个死闪吧。这一边感觉有点按捺不住自己。对啊，感觉被压了好久很气，所以想上去打一套，然后发现没打过，毕竟是一个凯南啊。这边希尔的一个推线能力还是强一点，这边奥巴马也是被打回家，应该是没蓝了。这边是蹭杜城，杜城的优势现在已经几乎不存在了，现在因为前期的一个人头，包括现在这边的推线啊、补刀啊什么的，推线实力可以说是五开，甚至红色方更占优势一些。没错，而且下路这边，他们的视野虽然说现在渐渐的，因为希尔在往这边靠，哎，皇子这里遇见了一个牛头，怎么说被掩了？牛头没闪啊，这边皇子可以留他呀，那这个牛头没了呀，牛头是他没闪现，皇子还有 EQ。哦，没了，那这个龙也要丢了呀。就是我之前说的，三线被压的时候，去做也很容易暴毙，真的。对，这一边牛头这波是有一点大意，直接丢了九楼。那这边想要抓凯南，凯南是没有大招，但是有闪现，看这边能不能跑掉。E技能，那应该跑掉了。没有闪现。瞎子有 R 闪，能不能踹回来？但是瞎子没有打算这么做。凯南的闪现已经做好了。但我感觉现在波比加上瞎子两个人伤害未必能打死凯南啊。嗯。因为他还。凯南毕竟 E 技能，他跑不远嘛。对，还有一个闪现。你这边装备几乎就是没有伤害的。加上波比也没有闪现，他不可能把他推到。这一边皇子应该是还想抓一波这个牛头，皇子有大招。牛头是没有闪现的，然后看到这边杰斯被踢到了，这边应该是交错级闪，对，交了个闪现，拉下路打起来不容交出大招，直接给希维尔套上了一个。这边希维尔没有闪现，直接被皇子盖住，也跑不了了。这边牛也没有闪，会不会继续追？那这边瞎子追过来了。我选择蹲下，盲僧去支援了一波中路，但是也没有什么收获。哎，不行不行，这边要二连上来的话要出事了。哎呀，这边。这边太明显了，这个失误，一个 Q 技能没有 Q 到，但杰斯这边支援过来，杰斯直接过来，这个牛头应该是没有。哎，你凭什么过来抢这个河蟹啊？这边四个人了，这边还丢了一个人头，很亏。那河蟹也要没了。视野上的一个压制吧。这波比被这个卡南因为手长打的难受。这边继续偷钱，偷了两瓶药了已经。可以看见两边的一个出装也是很有互相 counter。这上路波比出了一个这个魔抗斗篷，然后凯南反手回家就做了一个法穿琴，抗压是必须得这样出的，没有办法，这个凯南是出的 AP 装。平 AA 的这个波比也是非常的难受。哇，这边瞎子很想要在下路做一个河道的视野，但是没有办法，这边线权一直在。这一直在 MNSL 这边，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做视野。牛头想去配合他做视野，也暴毙了两次了，已经。是在小龙已经被拿掉的情况下，刚第二波的视野其实是可能没有那么必要的。现在牛头和希维尔就需要稍微谨慎一些了，因为刚皇子来帮了一波，到六的第一个炸也算盖到了重要的轮子妈做的事情。而且这边两边 ADC 的一个补出来也是小小的，稍微压了啊，现在这波补完差不多10刀左右。这个人希维尔这个英雄补刀发育还是要一段时间。这边想硬打一套，这边两边纠缠在一起，杰斯用 E 敲开，但是杰斯这边换血显然更赚一些，但是瞎子这边想要过来支援了，这杰斯没闪现。瞎子摸眼没踢到，那瞎子很危险啊！瞎子有闪现，但这边跑不掉。这边应该卡萨丁应该也感觉到了对面打野在，所以也没熬上去配合瞎子。那下路也打了起来，这边牛头开启大招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开始大非常的热啊，一个大打在他身上不是特别掉血。下路可能现在是红色方最稳住的一条路了。因为推线能力帮了一波希尔强一点，但是这个。前期如果强开这个布隆，强开秀尔，其实他也是打不过他们俩。这
因为前期可能布隆把盾交过了，所以应该是直接希维尔跟牛头第一波是直接把伤害灌死。这边布隆是没有盾的，是怎么回事？哎，布隆有盾了，这边举了一下。但是奥巴马这边直接一块输出打死了，没有打到牛头。伤害非常高了。哇，这边希维尔还要自己后面有追吗？这边感觉布隆在勾引。这个闪现 Q 没有 Q 到，也是很亏。我感觉 Q 到了也杀，我感觉 Q 到了也杀不掉。我感觉 Q 到了也杀不掉，因为瞎子大招。布隆还有。哇，这样卡萨丁真的很难受，发育空间又被。哇，但是一旦这个中塔掉了，卡萨丁的发育空间会进一步的缩小。而且中路他已经，而且杰斯可以游走起来了。没错。哇，这边又一炮，这边又能点塔了。能偷掉吗？这边瞎子想抓人，想抓，但这边抓到了瞎子，想一套杀瞎子，但是皇子这边伤害不太够，因为皇子出的是肉装，皇子。这个守卫很酷啊！你也打起来了，这个这边打出来了凯南的大招，凯南好，哦，这一波凯南是把大招给交了，所以应该也不会在线上做逗留了。那这个伊塔应该没了呀，如果野辅辅过来守一下的话。哦，感觉已经来不及了。下一条水龙节奏非常好。我们看一下下一条龙的属性。哎呦，这火龙，感觉这一条龙对红色方也不太友好。他们这个时间段是没有办法 contest 这条龙的。感觉这一把红色方这个瞎子一直想帮中路卡萨丁发育起来，但是卡萨丁因为英雄康特还是太严重了，很难受啊，一直被压在塔下。对，所以说这一把 BP。真的就是 EP 上的不太好，而且他这个卡萨丁已经被压了20，压掉一个一塔，前期还五个镀层全部被这个杰斯都吃到了。如果下一条火龙中单领先还蛮多，如果这一条火龙又被 MNSL 拿下来的话，那可能这个局面就变成了7.5-2.5开了。没错，就看他们下一波。要接这个这边卡萨丁一个人打蓝被抓了，这个世家的蓝 buff 都这边被希维尔想过去支援，直接被留住了。这边瞎子不在，没必要去支援了，瞎子在上路。我 ADC 死了，火龙是稳拿了，这人拿完两条小龙归于这个蓝色火龙。这瞎子也只能去上路抓这个凯南啊，没有办法，没有其他选择。那凯南这边有闪现，还有闪现，还有大这边没有办法抓了，有闪有大的凯南。可能这个下路塔这波也是已经退完了。还是我觉得还是阵容选的好的一方会在前期打得更舒服些吧。没错，毕竟两边的中路被压得太难受了，而且前期盲僧一味的想帮线上做出一些事情，他的野区也被那个皇子反得非常的严重了，抓不了的，自身的发育抓不了，是没有把队友帮起来，然后自身的发育又这中野太比中野差太多，这中野对抗在前期太弱了呀，瞎子加卡萨丁。啊，卡萨丁前期是真的太弱了，这没有到六级，感觉就是一个经验宝宝呀。而且我觉得应该是这边的，红色方的一个中路的英雄，因为两边阵容比较，两边队伍比较了解，然后，这边。蓝色方把他的英雄给搬，针对他的英雄池给搬，他的英雄给我感觉卡萨丁下起来，卡萨丁离起来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啊，这他才时光，现在就一个时光，他起码还要一个中亚，再加上一个巫妖才有输出啊。马上下一波打团的话，卡萨丁这个团战中，他没切不死人啊，他进去谁都切不死人，很难进场。这个阶段的输出就是要靠轮子骂了。然后红色方现在就赢的方式就是牛头和波比坦住轮子妈中击，但是不能找到好的输出空间，没有攻速，其实也只能等轮子妈刷了吧，还需要带一件装备。轮子妈这把的发育其实也是还可以，这一边瞎子要进去刷野，但是被杰斯一套秒掉，其实这个伤害实在太恐怖了点，幽梦加一个匕首伤害实在太高了，直接一套带走加一个点，看到杰斯都得死。这杰斯太肥了，已经3-0。而且补刀也这边想抓卡萨丁，应该抓不死。卡萨丁这边有啊，但卡萨丁这边直接被秒掉了。可以看一下红色方这边视野在野区。这边基本上这个杰斯。四方就是野区沦陷啊。
因为中塔推掉了嘛，然后杰斯跟着那么肥的一个杰斯跟着也挺肥的皇子，在红色方面也是随便走了。那这边中野已经开始带节奏了呀 ，MSL 上路一塔也拿下来了。红色方的外塔已经全没有了，这边怎么说要闪海蓝？海蓝还有闪现，哎呀，闪现。这边一上去想秒奥巴马，想秒希维尔，这边扛了一下塔，还差一下，布隆的 Q 抽掉人头。我可以看到十七分钟啊，经济差就已经来到八千了，这把可能比之前那把还难翻盘一些吧。应该是没有可能翻盘了，我觉得。现在局面来到了九幺开。可能应该还是可能的吧，就看，蓝色这边。能不能给可能性很小，如果杰斯万一操作失误送了一波大人，对，只能等蓝色方这边给机会了，红色方这边只能先刷把自己的装备补起来，他们才有一战之力。我们看杰斯这边已经两件套，六梦加木人，那现在也很难刷，野区都不是自己的，地头资源一个空不到，然后也不敢太往外走，因为对面中野联动起来了，所以说、这个、他们现在局势很严峻啊。但这个卡萨丁是没办法发育啊，他带线也打不过杰斯，也打不过凯南，他全身都是一些，他只有一个时光杖，然后全身都上下没有一个防御装备啊。而且龙头这边的一个视野也做不出去，就显得红色方这边就是视野整个都是一片漆黑的，在玩游戏。看不到这个杰斯可以躲到一个阴暗的角落里面出来秒一个人。中单已经压了40刀了。卡萨丁已经没有地方发育，他一定要在自己的队友在他旁边的时候他才敢发育了。来这边又一炮，哎呦，卡萨丁应该是跟着打野带节奏的那一方，但是他现在搞得那么被动，已经半一个 Q 能打半血了，他已经失去了卡萨丁的意义了。这一把感觉红色方这边其实还是有翻盘机，就他们拖后期的法卡，嗯，拖后期其实能对卢锡安造成很大的威胁。拖后期要看蓝色方，你要看蓝色方，蓝色方输出点太多。蓝色方因为其实卢锡安在他们队可能输出也只能排第三吧，暂时来看啊，就是一种虽然没什么特别大的争议，但是也。这边总共蓝色方直接拿到三条小龙，可以看到牛头带了两个针眼，也是想在野区里面控制一下视野。那就需要有蓝色方有个人站出来想想办法，就是逆向想想办法。你看，红色方才。就是红色方现在就对着发育吧，然后如果能拖到轮子妈的装备起来，加上卡丁，这边直接开大龙了呀，那要如果你还不给机会拖了呀，这你看皇子已经开始大后期拖的话，这边已经开始想做大龙了。这里红色方真的很难去给到，说实话，我感觉他们强开也没有问题啊。如果真正要真的直接强开这个上路，这个杰斯一个人，红色方有没有机会能去抓他？现在打团的话，可能说临时开19开，反正红色方暂时打出来，蹲在这个阴暗的三角槽里。由于这个卡萨丁经常一个人都会秒不掉，现在这个节骨点。所以他没有什么，就是卡萨丁带又带不起来，就单抓就跟着打野抓人又抓不到，然后打团他卡萨丁本来就不是个打团英雄，对，只能打单带，但是他现在单带谁都打不过就很难受，还需要一些时间。这波大龙视野也是给上了，嗯，趁着皇子回家的间隙给了一个针眼啊。蓝色方这边一点都不着急啊，感觉他们就是我的线控的，他要先把视野全做好了，就是等你们过来，等你们过来要搞事情了，我们直接开团。我感觉他们的意思也不在这个大龙上，他们也只是想上打架。但凯南这一波还是没有闪现，他们可能是要等到凯南有闪了才好打团。
蓝闪快好了，马上就有了，然后 TP 也还在，波比是没有 TP 的，但卢锡安这边也是没闪，可能他们也要等到卢锡安闪转好了才敢。很稳啊，他这边 EQ 被波比的 W 给挡了下来，倒还蛮克黄的，但是中二塔肯定是掉了，也没有想再守了。这波蓝色方想要往野去靠一靠，就往大龙靠。逼你过来打团，要么打团，要么蓝色方可以开大龙，这就对红色方真的很难受。这个龙他们没有办法去，就去做一个对抗啊，装备实在太装备差距太大了，现在。色方现在优势太大了，他们选择开大，已经开大龙了，开了。卡萨帝回家，想要逼过来，还剩七千血。这个瞎子怎么说？开团了，皇子 EQ 上去，但皇子这一边已经一个人。皇子会被秒掉吗？这边凯南闪现进场。大招。凯南这一边有点危险啊，被踢回龙坑。这个瞎子是要死吗？但皇子有点肉啊。没有 Q 打。这边好像皇子 EQ 进去四个人里面，其实好像打不太动这个皇子。这边闪现 Q 想秒瞎子，杰斯被坚定风采拦了下来，然后瞎子回身 Q 秒掉。这波波比这边有秒表，龙子妈的 W 被布隆的一个盾挡的，很肉啊！哇，蓝色方都是哇，这边一闪是收掉了奥巴马，很漂亮这个操作。那布隆这边闪现想留卡萨丁上来会有机会吗？卡萨丁一个人，这一波是卡萨丁的机会。这卡萨丁好像没有蓝飞了呀，这个、应该是没有了。但卡萨丁没有蓝飞了呀，他没蓝了。追不上，飞不动了。这波红色方很赚啊，又阻止了打大龙，然后还断了一波蓝色方的节奏，算自己死了。主要是蓝，主要是皇子开的不太好，开了之后没有人能跟得上输出，他自己一个人在里面白扛了好久呢。这波应该是波比立了很大的功啊，所以能看到那个皇子的一个 EQ 二连被波才打。就只有凯南进场配合皇子输出，但伤害不够啊，而且皇子这一波打了好几个 EQ 都好像效果不是很好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蓝色方有点肉，红色方有点肉，波比加一个牛头，皇子没想到自己进去打了几下不掉血。虽然希维尔是阵亡了，但是他们卡萨丁后续赶到战场收割了，已经开始。这种残血是卡萨丁最喜欢看到的画面了呀。可惜卡萨丁最后那波没蓝。我感觉他们凯南收掉，还可以继续去对这个大龙做想法。那这边海上侠是想拿小龙求稳，水龙那一波被这样打了以后，他们现在可能需要再稳一下吧。他们应该没有那么敢再。这波蓝色方好坏啊，他们就想控这个蓝 buff， 这个凯撒丁回蓝的一个机会。这边全部人都是没有闪现的。所以他们未必不敢打大龙，因为这样子他们更容易留人了，有皇子的大招的话。这么一看四条龙，看他们应该是要去把中路线推过去，然后再去对大龙做文章了。他们没有属性还算友好，因为他们没有大龙的话没有办法上这个中路高地，所以他们只能围绕这个大龙做文章。这边想要做视野，会不会抓到牛头呢？这边做一下视野，而且哪怕后期打团的话，这边蓝色其实是如果在大后期的话也是不虚红这边的一个希维尔或者是那中路的希维尔跟卡萨丁是在中间，那这边只有三个人。上路二塔是要给了吗？他们决定换塔嘛，中一换上二。其实我觉得不太好这样换，我觉得不是很好，因为他们这样视野更难做了。因为他们上中把自己的大招交掉，只剩下高地的话，你又要阴人，会不会等到一个有缘人？如果是牛头进去的话，应该没有问题。牛头可能，牛头应该死不了。牛头有大招的话，那看波比会不会敢进去了。波比其实进去也还好，波比大招又要转好了。波大龙，他们还要开大龙，但这边是有视野，能看到对面打大龙。打龙速度不是很快，因为奥巴马没有出太多的暴击装备啊，他是一个暴击装备都没有。卡萨丁没有 TP 啊，这波卡萨丁没有 TP。哎呀，这大招直接击飞了两个人，那这个大龙打不了了呀。打不了了。那这个凯南想进场，这波比推了一下，但波比好像不太扛得住，王子盖下来，盖下来希维尔，希维尔没办法输出。
卡帕丁进场想要秒布隆，布隆残血了，那凯南也金身，这边瞎子直接被带走，但是杰斯也被卡萨丁换掉。那边牛头一打三，打三个残血有机会吗？还是没有机会了。这边奥巴马开始治疗，一回来打一套，很漂亮。那这边应该是能上高地了。这边蓝色方全部残血，真的就是差一点输出啊！卡萨丁不可能打得过的呀，你没有闪现，没有操作空间。卡萨丁已经很尽力，但是这波主要是布隆，还有加上配合那个凯南一直在保他们家的奥巴马，所以就很难切到后排或者是收掉一个残。这边 MNSL 上野两个金身了，很难打的呀，这太骚了，这个出装。这波大龙还有没有想法？估计这波中路高地一掉，然后 NMS， 然后下一波往大龙上逼团的话，对于红色方来说真的是一个很难受的一个消息了。现在金金是9000，之前也差不多十七分钟的时候就已经9000了。之前本来拉回来一点，但是刚那波团打完。看到波比刚刚第一波的操作也是挺精彩的，在龙坑里面敲回去了两个人阻止对面打大龙，但是后续的团战处理不太好，直接先进场被秒掉了。而且波比没有到最后的进场，他挑走人他是想直接上，但是队友没来啊，对，可能也是红色方这边沟通没有沟通到位，就是波比敲走了人以后队友也没有继续跟。他们没有到现，没有到场，直接波比一个人进去一上去排死了，没有人在后面输出。而是敲走的对面两个蓝色方的队员先赶回了团战现场，就这边就蓝色方一直在控制视野，这边就要打大龙了。这个草丛里面又插了两龙，好奢侈。这边红色方还是想接，无论如何都不想给这个大龙。三次了，8分钟之内卡萨丁 TP 了，凯南还有 T， 凯南还没 T， 敲不走，凯南还想在下路继续带，但卡萨丁这边是没有 T 了，那这一波就变得很被动了，红色方只能在下在大陆这边徘徊，那下路怎么办？只能去波比守了呀。那上路现在这个杰斯也在上路带，上路怎么办？这是一三一。两个单带，然后三个在这边大龙片打大龙，然后你们不来吧，大龙就到了，你们来吧。那 MSL 已经开始在玩蛇了呀，不给对，已经不在跟对面玩兵线运营了呀。趁希维尔去上路守兵线，没人来。这波希维尔打大龙啊，这个大龙已经是没有了。他那个瞎子，哇，对。那这边凯南是 TP。这边想杀人不打大龙了，干脆直接留下人牛头，沙子也被留住，卡萨丁也被留住了，但西维尔这边已经撤退了，西维尔已经来不到了，波比这边传过来已经没有意义了，这边已经打出了一波零换三，感觉红色方这边的沟通还是有点问题。一波了呀，那感觉这一波一波了呀，需要一波吗？就看西维尔能不能清线，或者是哇，那全部他们全部人顶在前面，你们只能打人，打不了兵啊！强行去顶塔的伤害来拆啊！布隆开始举盾了，这边要杀波比，房子这边血量很残，波比也是很残血量。那牛头来了，牛头，哎，这边卢锡安掉了个闪现，预判要躲牛头过脸，但是杰斯这边残血。被这个布隆的一个盾挡掉了他的 W， 凯南这边残血应该会被波比收掉，但是怎么办，还剩一点血啊。好的，恭喜蓝色方这波拿下了本场比赛胜利，还是被点掉了呀，一点都不给机会，他们也不想杀人，卢锡安一直在点基地塔，后面蓝色方也开始跟红色方开始搞起了运营，这个一三一的阵容还是对红色方很难受啊，没有人能守得住，然后大龙也没有办法。因为单带线这边的卡萨丁在前期就陷入了一个很烈的一个。拉丁前期被动啊，然后中期无作为，那这整把游戏可能他就没他这个人了。嗯，还是前期阵容的劣势导致了这一把失利吧。那两把比赛看上来，现在前就是对，现在两把比赛看来就是前期。人的线上组合会占一些优势，对，就是这要看哪一边的阵容在前期选的比较有优势。是的，
因为一旦前期陷入劣势的话，河道士也要丢，所有资源都要丢，你没有办法跟对面做出一个对抗，没有办法，阵容劣势太大了，这一把输也是理，这赢也是理所当然。这边 MSI 恭喜 MSI。然后今天两场比赛就到这边结束了，然后我们要感谢好气冲天不差钱暑休 party 样样全的 JNC 国际暑期学校平台冠名赞助并协办本次赛事，读暑校深研找辅导找实习就找 JNC。 感谢 GTA 专业留学生辅导平台，让学霸导师成为 GPA 的守护天使。感谢全球青年人才社区新引力 Gravity 史上最高质量的职场社交，为你打造全球青年精英交流圈，扩展你的职场圈，从 Gravity 开始。最后感谢月河旅游的大力支持，月河旅游你身边的旅行专家，私人定制旅行最佳选择。好，观看好，谢谢各位赞助商爸爸。那我们今天的比赛也就结束了，然后剩下来的还有一场比赛是在 OB 中，那欢迎大家去看这剩下来的这一场 OB 的比赛，应该会在我们 Twitch 上的视频会有应该在那个 YouTube 上面会有，欢迎大家去收看这一场比赛。那我们今天的比赛也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回再见。明天的赛程会在群里面有公布，也希望各个选手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会有更好的发挥。啊，我是解说莉莉，下次我们再见了，拜拜。